火星子。这给我怼的，兄弟们，这给我怼的直冒火星子。哎，三儿又怀上了吗？老爷没怀上啊，没怀上。三儿怀谁的呀，兄弟们啊？你让给我脸怼的，兄弟们，直冒火星子。这家伙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兄弟们，大家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！感谢大家伙啊！你怼我干啥，三儿？你分不清，你能不能分清轻重啊，三儿？啊，你往死里怼呀！啊，那往死里怼，你瞅两个怼的，你瞅瞅。啊啊！你说这两个怼的，三儿，你看又还怼，啊！你过来坐这儿来，坐这儿来，你坐这儿，坐这儿来啊！你说两个怼的啊！我说的猪有问题吗？三儿，那不是猪吗？啊，那不猪头吗？啥也不是，狗屁不是。猪头，啥也不是，狗屁不是。太怼，哎，这怼的我直冒火星子，你瞅瞅啊！哎，老爷家段子是真实，不用彩排的，尽情发挥。谢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谢谢大家啊！